回到舞台。准备好了吗？第二轮正式开始，欢迎郭丽萍的。音乐。请双方交换舞台，有请最终荣誉的争夺者张亚舒。音乐。谢谢亚舒，双方请回到舞台上。现在，让我们来揭开谜底。五位导师，请开始投票。黄豆豆老师，亚舒这支舞蹈是我看到你来到中国好舞蹈的舞台上最快乐的一支舞蹈，不单单是快乐，而且你带给我们所有人美的欣赏。古丽敏啊，我们常说民族民间舞蹈。起点是看风格，更好的是要看民族的文化风情，而你今天展现给我们的是民族民间舞中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舞蹈看到一个民族的图腾。我的票给古丽敏啊。古丽敏啊，1-0。谢谢黄豆豆老师。方俊老师，这么冷静地跳完决赛的最后一个舞蹈，首先我感觉
女人的心脏可能比男人更强大一点，两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一点小的瑕疵，我给亚叔。谢谢方俊老师。亚叔一比一，海清老师，古力的这一支舞蹈看到了古力你个人的魅力，这一点尤其难得。亚叔的这支舞蹈我没有想到会用这样轻松的一个状态，而且包括最后一连串的技巧，两个舞者都做到了一气呵成。我选古力米娜。古力米娜二比一领先。现在是整个水密码中国好舞蹈的赛点，郭富城老师，你的选择是最难得的。我看到两位舞者去分享什么叫舞蹈的快乐，真正的舞蹈就是爱。我给专业好补水领舞中国美丽，现在正在锁定收看的是补水佳佳水密码，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浙江卫视水密码中国好舞蹈。古力米娜，古力米娜三比一。金星老师，我们还是要听到您最后的选择是。两位女舞者都是我阵营里边的学员，刚才那两段双人舞你们都发挥了最好，因为你们心里全放下了。我给古力米娜。古力米娜四比一，让我们恭喜古力米娜本年度最受欢迎舞者。此时此刻也让我们有请出颁奖嘉宾，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先生，有请。水密码品牌总经理李德天先生，有请。有请两位为今晚获得最高荣誉古力米娜颁发年度最受欢迎舞者奖杯。